同仁要问答问这个你们的这个逐字稿啊，我能不能请问这个逐字稿，总统在念的读的时候，他是手上有稿子吗？就是他是他自己去讲的，或者是他是照着稿子读？这个您在现场应该 有个基本的稿子在里面，有个基本的稿子，所以是事先准备好的。是，好，了解。好，那请回。好，我们就下午会从詹满荣委员开始质询了，我们现在休息到下午2:30，继续开会，谢谢。